看闪都不用，直接砍死。坏了，老子还没发秒，兄弟们，王莽完劈了他。这个版本莽完有手就行，有手就行。哎，莽完点不点爆破的呀？有没有兄弟知道莽完点不点爆破的呀？他这天赋好精，说实话。海妖三项破剑者无敌，真无敌嘛？尊都夹都，他这个天赋很不是，他召唤师技能很精，感觉很合理。说实话，下次我打峡谷这边碰到莽王，我也这样带。碾碎他们！等一下先，我先利用小豪那个兵线套路，前面先不碰小兵，看一下他怎么说。这将会是场屠杀，就慢步慢 A， 他闪避，就给他一刀，然后回来。小豪就这样玩的。又一个，如你所愿。哎，早知道多砍他一刀了。多砍他一刀，跟他换了，其实也不算。不要让他 A 火刀。那这样很快就没蓝了。要他 A 不出火刀就没什么关系。很烦，不是船长怎么会有人搬呢？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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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需要那个，可惜我没 W， 就有 W 他没了，不着急，搞个不假鞋再回家，不是搞个攻速鞋再回家。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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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船长这样有人搬呢？他又抓不到。多少蓝？哎呀，西巴这么差一点呀，我好烦呀，我急了，我看到他们打野来，我有点急。不然我先靠近，我先 A 他，再 E 再 A。不对呀，船长你他妈怎么也有人掰呀？我真的是不想玩了。这才对，这才对，兄弟们，这才对。不是我都被抓三波了，大哥，我队友才来一波，我都没说话，好吧？不，他来三波，他也没抓到我呀，他抓不到我呀，他抓不到我，他就是一直来呀。再牛逼！这太对了，兄弟们，就是这个感觉，自己就能越。我熟练度太低了，不行。你看我第一波越明明能杀的，然后我非要急，急了就杀不了了。不打我，那我走了不？
这就点了，哎，这他妈没意思，索然无味的一把游戏。撞一了，正好不能双排。他主要还是特别依赖平A的英雄，增加这么远的攻击范围。你有一些重装战士。 他靠技能恰饭，不靠平A恰饭，他攻击距离远一点没关系。你一个就只靠平A 恰饭的英雄，你攻击距离还搞这么远，那不是有毛病吗？你可能觉得这50点攻击距离没有啥用，我这样跟你讲，你把这50点攻击距离再加给女警，你看下路要不要玩？谁来都得被穿线。我绿毛，我养绿的，他后面突然又变黄了，老子变黄毛了，烦得很。哎，我应该上一楼的。 妈的，再砍他一把！操，兄弟们，再砍他一把！我的大刀！我再把致命节奏点满，再加50，你懂吧？我是上把的。你看，这还能再 A 一下，多爽！这样他很亏，他如果需要用 Q 来补刀的话，他很亏，他将会一直漏刀，你懂吧？ 他会一直漏刀，而且兵线还是推过来的。你不卡平 A 了，我操！这波好亏，这波我自己猪逼了。开战吧！ 干嘛呢？超级线，兄弟们，根本不换，根本不换。这波线推完下波是反推，是反推线，我多他一个闪现，老子直接给他剁了。破一下还够。 枪杀不了，刚伤害太勉强，他要推线，他这么必定推线。我都没想到，我的直接把他砍死，你不知道。Unstoppable。 干他呀！ 还跟他补刀的大哥，什么？是
兵线好亏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小心老子砍死你！ 妈的，不信是吧？差300，我要不不回了。侧线开火。 他就是伤害永远都不够杀我，你不知道吗？看闪都不用，直接砍死了，好离谱！这个平雷距离，他交闪我都不用闪的，我直接去 A 他就行。你看100。 被你们说话，不然我反杀了。说实话，我都没有玩过蛮玩的。 哎，我 Q 没按，我操，我傻逼了，我咋不按 Q 啊？我没注意我大招的时间，本来不用死，不然我按发 Q 回300滴血，我怎么死啊？我拿条毛死？怎么又点？没意思，没意思。会不会一会有哥们进来说，弟仔，船长打蛮王怎么打？刚刚被打穿了，哈哈哈哈。